萧峰，1932年出生于江苏省江都市乡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40年代，这里是抗日根据地。小学时，他就参加了抗日宣传活动。他的父亲被日伪军杀害后，他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加入了当时有名的少年文艺团体新安旅行团，边学习边战斗，随团转战于晋冀鲁豫皖等革命根据地。他接触到了一些美术家，看到了他们的作品，他也开始学习写美术字，学习绘画，用学到的知识做些宣传工作。由于受到了比他年长的战友的帮助和一些著名美术家的指导，艺术技能有了提高，艺术视野得到了开阔。在当时在新安旅行团的时候呢，我们在那儿学习唱歌、演戏、跳舞，组织儿童团。我们在苏北能组织了10万儿童团，所以当时陈老总啊、陈军长啊，叫我们组织10万儿童啊，奋起抗日。所以日本鬼子向东京汇报的时候说，苏北根据地啊，有三这个新四军三师啊，有4个旅，原来是7旅、8旅、9旅，后来又增加了个新安旅啊，就新安旅行团。可见他的这个影响是很大的。这里有一张张爱萍将军当时为他们拍摄的照片，全体少年完全是天鹅湖里的芭蕾把式，萧峰就在前排第三个，旁边那个衣长过膝、腰扎皮带的小丫头，就是后来著名的舞蹈家舒乔。萧峰的少年时代充满了血与火的洗礼，为他后来多年创作革命系列题材油画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这幅画一般人都有点眼熟，因为它是我国小学统编教材中大量印刷的一幅课文插图，画面中的小八路其实就是萧峰和宋任儿时从军的生活写照。我小峰两个吧，共同的生活的就是童年的生活吧。开始的时候也就是想表现那一段生活，原来的名字叫在范小荡的日子，就是想就是在那时候敌人进攻的时候，常常呢是把我们这些年纪小的人吧，都是藏在什么高粱地里啊，或者是芦苇荡里。宋任出生在一个红色革命家庭，宋任的家乡在山东的胶东半岛的老解放区，他的父亲宋成1933年已经是山东省共青团的省委书记了。1937年任中国山东抗日第三路军，也就是胶东第5旅的第一任政委。1941年在战斗中负重伤牺牲。宋任作为烈士子女，从小就继承了父辈刚强的性格。建国前，宋任通过半工半读上了美术夜校接受启蒙，后来他考进了山东大学艺术系。宋任天性善良，尤其喜爱天真烂漫的各族儿童，原上草的小女孩执着而聪慧。这是1959年文艺工作者进藏的时候，宋任在兵站看到的藏族小姑娘。在怜惜之余，宋任将这个小姑娘用富有唯美内涵的感情画了出来。黄河娃是姐弟俩写生的基础上加以发挥的一幅构思。宋任以黄河为背景，以黄河娃点题，勾画了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一种特有的民间习俗和精神面貌，加深了这组肖像的内涵，使作品从反映而进入到表现的境界。宋任笔下的一组系列儿童肖像已经超越了一般影物形象的范畴，把它当作一首诗歌来描写。给小女儿画的肖像小葛10岁，这幅画是在小女儿病重的时候用一种唯美的手法表现出的形象。造型上，宋任采用了线和大块面的色调，对小女儿的爱已完全凝结在整个画面中。我是觉得人的一生啊，很可能童年呐、就一定有对自己的一生的走向，他就一定有一个定数了。我给我小的时候，
很可能就是因为我的祖父还是多外祖父，他是多才多艺的，啊，他是不管他喜欢吹喇弹唱啊什么这什么无所不好。他的弟弟堂弟的哈，就是一个北平艺专的毕业，所以他们应该是我最初的启蒙老师画画的，应该是我的叔公，就是哈，从他那来学。但是就是这一点点的，对自己的影响吧，也许在那个年月，战争年月了，那么就有点能派上用场了，所以后来我就可以做一个小宣传员了吧，那么画点，那个画点画啦什么的。1950年6月25日，建国后的第一个夏天，身穿军装的萧峰被送到了杭州西湖边的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地处孤山的国立艺专。当他把习作交给教务长庞君琴和莫普金浪先生时，他们惊讶于画面的灵动鲜活，老师们笑了。萧峰从此游弋在良师益友左右，湖光山色相伴随的艺术殿堂之中了。萧峰在部队作画应该算是自学自悟，到底还是缺乏稳固的美术基础教育。到了国立艺专，萧峰开始了大踏步的追赶。在国立艺专学习期间，萧峰十分尊重的老画家黄宾虹、林风眠、潘天寿都对勤奋的萧峰关爱有加，多次给予艺术上的教诲。三年寒窗，萧峰已经从一个普通的解放军小战士成长为一个艺术家。1954年，作为当时国内高等学府中的尖子学生，经历了重重的筛选，考上了赴苏联留学的资格。在享有盛名的具有250年历史的前苏联列宁格勒列宾美术学院，萧峰师从阿列西尼科夫等一批著名的苏联画家。整整留学6年，萧峰在这些老师那里学到了当时世界很高艺术水平的创作思潮和过硬的艺术技巧。而萧峰在列宾美术学院留学期间的勤奋好学，也给老师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萧峰在苏联留学整整6年，那正是中苏友谊的黄金时代。同班同学中，有一些是卫国战争时期的战士，和他们这些战火中走来的中国留学生亲密无间。萧峰和他的战友，把每一个夜晚都奉献给了画室。在留苏的这批学生作业里面，这个作业里面，他应该说他在这个里面工作是基本的最好的一个，但是他进步得很快，而且他这个画的话就非常带都带有感情去作画，啊，而且他的这个对色彩的这种体验，啊，对色彩的感觉也相当细致和丰富，相当细致。所以我觉得他留出的这些作业啊，在当时在油画技巧上，到现在为止还是值得我们研究，值得我们重视，值得我们学习的。我觉得这点也对我们当前的中国美术教育和中国当前的美术创作，都有启示作用。中国是一个过去不曾有过油画传统的国度，和苏联的孩子比起来，在基本功方面可以说是先天不足。萧峰等中国留学生第一学期只好自忍莫留，但是第二年、第三年，他们毋庸置疑地赶上来了。萧峰那幅画创作画得也非常好，但是这个因为在那幅画保留在学校里面，保留在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了，没有就是告别新四军
告别的场面，那画得也非常生动。1960年，萧峰创作了他的毕业作品《辞江南》，题材取自他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当年新四军被迫撤离江南根据地，与乡亲们依依惜别。在创作《辞江南》的过程中，萧峰严格按照导师的要求进行形象的塑造，虽然他也采用了1956年在山东老区写生时的一些素材，但在人物的动态和细节上，他依然是精益求精，或请模特扮演画中的形象，或是自己扮演。艺术学院它历来有这样的传统，这个传统它强调，尤其像这种西洋绘画，第一你要向西洋绘画学，学他们的一些基本的造型要素、艺术要素。第二方面，这种仅仅学还不够，还要把它拿回来，来反映我们的生活，把它形成我们自己一种内在的东西，甚至还要和中国传统的东西啊结合起来。我想在这一方面，在这条路上，一代一代人都在走，萧老师是他们这一代当中啊卓有影响的一个，宋老师也是啊也是一样的，也是卓有影响的一个。这幅油画在毕业答辩中获得了一致好评，被收藏在列宾美术学院。1959年，萧峰学成归国，俯瞰壮阔的大地，一系列的创作构想在心中激荡。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场劫难迎面而来。他们所经历的磨难和凌辱，在美术界是罕见的。在这场劫难面前，萧峰和宋任可以说是一对生死与共、患难见真情的夫妻。他们共同经受住了最艰难的考验，一起走到了今天。经历了文革这场磨难，萧峰和宋任的感情更加深厚了。因为我跟他一块儿嘛，就觉得他，反正是胆子挺大，就是性格很倔强，要做这样事情非得做好啊，有那么一种个劲儿吧。作为一对经历过战争年代考验、文革浩劫的余生者，萧峰和宋任夫妇怀着对陈毅、粟裕的深厚感情，为创作大型油画《拂晓》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幅油画作品《拂晓》，完成于文革灾难结束不久后的1979年，在拨乱反正的时期，重温艰苦的革命岁月，重温军民友情和同志友情，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画家在尊重绘画语言特点的基础上，既把握整体气氛，又注意恰如其分的细节描写，使人阅读画面时很快就能进入画家营造的环境之中。画家之所以在一组人物中特意安排一位小号手，不仅是因为构图的需要，而是画家永远不会忘记他在成长中深受革命队伍的温暖和老同志的抚育。拂晓要创作的大概有十几张啊，创作稿，这是最早的构图，在最早的色彩稿，后来的大体的构图呢，基本上是这样，后来反了一个面，这样反了，就把陈毅往，后来感觉不够，我们在这个地方啊，又增加了陈毅和粟裕，啊，来视察，来。情节性太多，最后原作呢变化还是很大的，就是说每一个创作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想尽可能的能够把我们的想法能够更进一步的深化。这幅油画，画家始终不满足，反复推敲修改，从1976年开始，直到2002年才算正式完成，整整经历了25个年头。一些老同志看了他画的周总理，称道他画的总理最具有内涵而深刻。
我从一开始画画呢，我觉得我一个起点呢，我很想，一个是我喜欢，我个人是人是最丰富的情感当中，所以我喜欢画人，喜欢画肖像。1979年，宋任的作品曾先后在国内外参加了数次全国及地方性美术大展，并多次获奖。与此同时，他还先后应美国、法国、日本、奥地利、新加坡、印度、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邀请，参加了一系列联展与交流。在上海工作的几年期间，是萧峰和宋任夫妇俩创作的高峰期。像《创业的年代》《战斗在罗霄山上》《拂晓》《家》《童年记事》等一系列影响比较大的革命现实主义力作，基本上都是在上海工作期间创作完成的。萧峰和宋任热爱生活，就像勤奋的蜜蜂，终日采蜜不停。对艺术孜孜不倦的萧峰，随着艺术造诣的日益加深，作为受过苏联美术系统训练的留学生，他的艺术取向和表现手法深受俄罗斯艺术大师谢罗夫和列维坦的熏染，同时他又对中国传统水墨画有很深厚的理解和感悟。他的风景油画逐渐出现了一些崭新的风格，清新俊逸之气扑面而来。他的人物画功力则愈见深厚，挥洒自如，一气呵成，颇受收藏家和群众的喜爱和评论家的好评。萧峰作为中国美术学院的第十任院长，在任工作13年，继承了蔡元培、林风眠的艺术教育思想，在新的时期又有了新的发展。在各种艺术观念激烈冲击的美术学院，萧峰鼓励各种艺术观点去伪存真，兼容并蓄，为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营造出了一个特有的艺术空间。从革命队伍走过来的萧峰，深知他作为艺术家和教育家肩上所负的重任。在新时期的社会大变革中，他坚持艺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针，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同时积极研究新课题，力求使自己的思想跟上新时代的步伐。他开拓进取，把中国美术学院办得有声有色，为这所在全国有影响的高等美术学府在21世纪的更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久，萧峰怀着深厚的感情曾重返抚育他成长的苏北根据地，再访新四军的旧址，和昔日的乡亲们、战友们忆往事、叙旧情，还到胶东半岛和太行山老革命根据地去体验生活，住在全国闻名的子弟兵母亲荣冠秀的家里，听他讲当年的革命故事。在这期间，他曾经画了许多充满激情的习作，这些写生作品既是创作素材，又是独立意义上的艺术作品。热爱生活的他们一直没有变，始终保持着一种青春的活力和乐观的情绪。虽然萧峰长期在学院里做教学行政领导工作，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沟通上下左右和做人的工作上，但这却一直没能把他的锐气削减掉。他还是那么有些天真，有些稚气，待人还是那么热情，
有时甚至还有些感情用事。他一直没有离开过画笔，也没有离开过创作。几十年来，萧峰的一幅幅油画作品都是从他的经历和生活记忆中挤出来的，都凝聚着他的内心体验、思考和情感。他曾经对学生这样说过，艺术是画家心灵的写照，艺术要求作者真诚。我看至少有两点要做到：一，有话要说，而且非说不可，就应像瀑布之泻不可阻那样去创作；二是言之有物，言必由衷，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要口是心非，说假话。真诚的前提是言之有物，言之为实，讲真理，实事求是。坚持艺术源于生活，坚持艺术创作从现实中收集和提炼素材，写自己的真实情感，是萧峰艺术的一个显著特点。感情是艺术的内在生命，一幅情景交融、富有感染力的艺术之作，它虽是虚景，但源于生活。萧峰在国外学习期间就有明确的目标，要把在欧洲有悠久传统的油画技巧学到手，用来表现中国的现实和历史，并在技巧中融入中国民族艺术的因素，赋予油画语言以中国特色。他一直注意学习中国绘画遗产，学习民族民间艺术，尤其对中国传统水墨画的语言更为关注。萧峰长期生活在江南，家乡山清水秀的景色给他以熏陶，他的作品基调是自然质朴，并透露出一股活泼欢快的气质。他笔下的传统水墨作品空灵多变，大写意的韵味十足。在一些风景画和小品中，他更加自由地运用了水墨画挥洒自如的手法，语言抒情写意，色彩雅致沉着，明显地受益于传统的水墨画。作为一个文艺战士呢，他们也有义务有责任呢，来表现他们所亲身经历的革命历史，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我想他们都是非常真诚的。从他们的整个艺术道路来说呢，他们两个人的这个作品和他们的艺术生涯给我们的启发，我想还不仅仅是非常好的那个油画技巧，尤其是跟我们对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或者说是最值得我们重视的一点，就是他们的这个整个艺术生涯跟新中国的美术的发展和这个大背景、时代大背景是紧紧的结合在一起的，是不可分离的。像他们这一代的老艺术家，以这样一种真诚的一种心态、一种真实的感情、饱满的热情去投身到这个革命事业跟艺术创作当中，确实是我们啊中年一代更年轻一代艺术家应该向他们学习的。那个时候是那个革命事业是第一位的，个人利益、金钱，甚至这些，甚至生命都是在所不惜。从革命队伍走过来的萧峰、宋任夫妇始终坚持艺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针，为艺术教育事业付出了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经历了人间太多的风霜雨雪，但两位可敬的老人仍然面对生活微笑着，奔波各地的足迹仍不停留，他们实地写生，每幅作品都要做好详尽的创作方案，而创作带来的愉悦和快乐，让他们的心灵得到了一次次的升华。岁月留痕，转眼萧峰和宋任都已年近古稀，但他们仍然朝气蓬勃地对待生活，对待艺术事业。宋任由于多年的创作和教学的劳累，腰椎滑脱，坐在了轮椅上，而创作又让他以惊人的毅力站了起来。星移斗转，冬去春来，萧峰和宋任在一起走过了50个年头了，他们相濡以沫，一如既往。这对可敬的老人仍保持着
那淳朴真挚的感情和对艺术坚韧执着的态度，保持着乐观向上的精神，这也许就是他们的本色吧。来到这个七彩王国，相信每个人都会感受到它的与众不同。你会看到自己的梦想与未来，也会享受前所未有的创意空间。只要你想到，就会发现；只要你投入，就会幸福。学习改变命运，学习成就未来。中国教育电视台。